第一次下午茶，所以它都是以红茶为主吗？红茶为主。那我们的摆型都是这个三层架，是第一次的风格，对，是是。长臂的嫁妆，嫁妆。太好了，朋友们，再见。架子在这里，三明治也是不错的，我把它藏起来。所以这杯子买了很久了哈，对，买几年的？快三十了吧，快三十年。爸爸买的了，这是这个杯子，差不多了，因为我爸爸。这个是什么？喝一次下午茶跟一般的做茶有什么差别呢？这个是欧式的下午茶，对。跟我们中国茶道吗？当然不一样喽。对，那感觉上这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我是觉得欧式的话，你就是整个都很华丽。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盘具都很华丽，而且我不知道这个人认为啦，莲花的插法也不一样，莲花的插法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嘿，你看的话，我们就用很浪漫的玫瑰搭配欧式的浪漫。